重启调查的前提是要有能够推翻当年调查结论的物证。虽然利多卡因的医嘱是他开的，但是伪造证据、调换现场的空瓶，傅博文一个人是没胆量做的。是谁和他一起做的这件事情，一目了然。杨帆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做这样的事情？他把我踢出来，你再来教育我，让我学乖了、顺从了，才能回到胸外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，是吗？